大家好，我是小雪人，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，说声抱歉。这次呢，刚过完2021年，就回来更新下新版本。国服呢，已经最新上线2.7.8版本。这次更新带来了两种新植物，分别是鱼钩草和巨能山竹。鱼钩草成卡系列，不贵，阳光150点而已，冷却5秒基础攻击。当僵尸出现在面前时，会将僵尸调过来之后甩出去。甩出去对面前第一个僵尸造成伤害并击晕，经过测试眩晕时间大概为3秒。巨能山竹同属橙卡系列，阳光和冷却与鱼钩草相同，刚开始种下去很小一株，垫圈较小也较弱，每升一级垫圈强度提升，伤害提高。主要获得方式心愿召唤，另一个是圣诞活动，通过完成潘妮追击进行白嫖。本次更新的植物呢，就是这两株。有想玩新版本的观众呢，可以评论区留言。
The Shadow Police are coming.